我叫它空船，是1960年代在独立桥海边早上7、8点那时候拍的啊。为什么叫空船呢？因为他们那些大木船它久了，它一定有长很多那个贝壳，长在那边，长在木船那边，而且它久了，那个木船会有一些漏水啊，他们就拉上来岸边，那么就把那些贝壳东西全部给它敲掉了，给它弄掉，弄掉以后还用火放那个火水。用火去把它烧整个船身，烧干净以后，再涂回一些防水啊、那些东西啊，因为它烧的时候，它一定有那个火嘛啊，那么你就要把握到它那个火很亮很猛的时候，而且那天就碰到这个人也是。蛮配了，因为他是戴白帽，而且又穿白衣服嘛，而且那个气氛也是很好啊。他还有一个动作去弄他嘛，他不是有拿一个棍这样啊，这样去敲他嘛啊，这样就配合起来啊，这个就是这样情形啊。